What's up， 大家，是 Rex 同学。OK， 今天我们 Day Two， 台湾 Vlog Day Two。哇，所以我今天早上就从这个9:07下来了，所以是很冷一下，整个是冷过金马仑的 feel。现在就要去吃一个早餐，有一个早餐街是整街都是早餐的，所以应该是吃蛋饼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饼之类这样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。逢甲的这个大街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早餐街啦，只有这些。哎，快点了，不吃不行。我觉得这个天气是很爽的，加上是有点。它那个虽然是有太阳，但是它那个晒有点凉风吹过，是有点冷的。其实我是很喜欢他们这样的这个街道的这个风格啦。他们是比较好，节奏比较慢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吃一个早餐这样的这个 view 啦，就我觉得整个 view 是很 chill 的，好棒啊！所以我就刚吃完了这个早餐，吃了这个有几蛋是蛋饼啊啦，然后葱油饼又有啦，然后还有吐司啊，就是 toast 啊，就是面包一样啊。然后这些吐司我就吃了一个是有嘟纳在上面的，但是它嘟纳就比我想象中的就没有这样香啊，甜甜这样有点 mayonnaise 这样的 feel。然后过后它的这个蛋饼。外面是葱油饼，但是它是加蛋，所以就是蛋饼哦。外面是葱油饼，但是它是加蛋，所以就是蛋饼哦。好。Oh！ 真的很喜欢它的料，就是它的料是很多、很厚，然后又不会很贵。所以我现在就去找 Family Mart 去走一下，看下有什么东西买。现在在他们的 family 嘛，他们 family 买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可以下去，就是他们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地下室。OK， 刚好就走了两个，这个是便利店啊，就是一个是 family 嘛，一个是不懂什么嘛。所以我发现他们便利店有两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他们都是有这个地瓜，就是这个烤地瓜蛋酥。还有这个什么啊，茶叶蛋。然后我发现这边一个问题，就是垃圾桶是很少的，所以当然是有可能你买一个东西哦，最好是你吃了去立刻给那个店员给他丢，要不然你就要拿那个东西拿十几条街才可以丢到。想当年我还在这个学校读的时候，唉，没有想到一下子就过了这么多年，还真的是怀念啊。那自己就是逢甲大学啊，有没有点青春的 feel 啊？很久很久以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，不是真的讨厌你，而是她真的不想再理你了啊。来来来来，在一边。
以就我现在就到了这个薰衣草森林。所以经过了这个高山，有点像上金马仑的感觉，所以我现在是有点晕了，转。所以我们终于到了，现在有点像金马仑，整个风景都是很像金马仑的。然后刚喝了一杯什么薰衣草茶，我进去了，你自己想走进来啊。那他讲是可以缓解晕车，还有缓解头晕的现象。薰衣草的这个花田很大片，这样这边在前面，整片从这里到上面全部都是，但是它因为它的花有点小，所以有点难看到啊。刚刚我就找到一个文青打卡必拍的一个地点，就是这个。如果你拍的话，肯定是要装下鼻的这样子，不要看镜头下，面向45度，知道吗？OK， 这样我就再来到这个许愿树这边，就许了一些愿望，当然不会跟你们讲。这里的风景很美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是有去过这个是金马仑的这个 Lavender 的这个也是花园啊，但是我那个还是算比较室内了，所以它就没有这样美。这个是比较室外呢，还是比较大自然的感觉，很棒。然后它下面还有这个旋转木马，有一种音乐让我幻想起童年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心灵嘞。现在我在吃着这个是薰衣草的 ice cream， lavender ice cream。它下去它不是很甜，然后它有一种薰衣草的香味，我觉得是 OK 啊。如果十分的话，应该是给8分。我觉得它味道是很天然，没有这样。人工的味道啊！哎，我操！大家，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棕色花坛。喂。所以我刚刚就坐了一个坐了很久的车啊，终于来到了。然后刚午餐还吃了一个全谷餐，但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啊，就没有拍给大家看。所以我现在就在这里，你看很美。所以这里有很多这个是叫做郁金香啊，是全部都是，只是它是颜色不同罢了。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紫色啊，还有这个是粉红色的，就是这个。
拍照超级自然。乐器在中间，在这种花的中间，有这个大提琴，我还有钢琴啊，我要去弹钢琴一下。声音在中间，有没有？是喜欢在这个很多颜色的这个花。OK， 我们自己还有这个超大片的这个花海，加上一个可以作为一个摇来摇去的东西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就看完了这个中式花市了，接下来就去下一个景点走。所以现在我就到了这个景点，就是叫做高美湿地啊，它是一个海边的地方，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夕阳啊。但是今天的天气又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希望。但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个风是很大的，你看那个云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刚下来了，刚我是在上面那边的，然后下来这边是超级大风的。那风是大到一种程度，你看我的头发都飞完起来，就等我去大风了。OK， 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叫做高美湿地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它是一个海边的啦，然后它旁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用风能来制造电的这个风车，因为在这个这样大风的地方，骑这东西简直就是一流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旁边是那风是大到那海水啊，全部都飞起来，那个水是被吹到飞起来的那种。夸张了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在那边站稳，真的是会整个人都被吹进海面的。然后在这样的天气下，还吹这样大风，真的是好冷爽啊！所以我刚就从那里走回来了，哇，超级大风！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海风这样，那个扫风好像那种。然后看过去就是有风车了，但是今天就没有夕阳了，没关系。但是至少感觉到这个风力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走了，所以就回去台中了。所以我们大家见。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夜市啊，但是由于我的电话是没有电了，还有加上因为主夜市的时候一边拍东西，还一边吃是很难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啊，可能我还会拍一些食物的照片给你们看啊，所以我们明天再见 ，Day 3，拜拜。